好几道中菜做成精致个人餐，铺满 cheese， 里头面条和整只鸡一起烹煮过，这是招牌元首鸡面。还有小巧缤纷四色烧麦和功夫菜口袋豆腐。国庆连假饭店推元首套餐，盘点先总统金国先生的最爱，端上桌。至红烧肉上色入味，搭配海参、鸡翅等江浙名菜四喜肉，元首经典菜大集合。国庆连假饭店季应景优惠，定位九成满。中菜西式的咸菜季推出这样，因为现在人就喜欢这样一套刚刚好，这样像口袋豆腐啊，这个很光很细，要大概三天才有办法成型这样。另一家饭店把费折扣更大手笔，呼应双十，身份证字号有一和零的消费者用餐直接打对折，加上一成服务费，价格还是下杀500多，限量1200克，两天就订满。牛排馆双十同样给10折扣，身份证有一有零，点套餐送半尾龙虾，从优惠到餐点设计，搭国庆话题冲高廉价业绩。三立新闻王秀伟、谢淑敏报道。